还有谁没进来？空空妹，不是说说那个空空快点，做那个他叫那个模组哎、欸，没有那个新玩家，做新玩家没干。新玩家要干嘛？我还新玩家嘞、欸！新玩家要干嘛来着？我都忘了。他叫我去那个一个，他叫我跑过去一个标记点，所以现在在跑。我记得那可以按，那可以按否按掉啊。像我昨天我就是按掉了。可以啊，我按否按不掉。算了，不玩了。你现在按 yes 应该就可以跳出去。等一下，我按按看。你没玩过、哦？是我。对啊，我没有玩的《新兵训练》，可以吗？太无聊了。我是有玩他那个别的训练，不是新手那个。那别的训练不行啊。啊、他一定要你完成那一系列的。快玩完吧，我们等你啦。我们不等你啊。啊哦，这不关我事。你放心，我没有看。康康表示，好刺激。这是你要赶快抢进来，不然等下有人先进来就好玩了。破游戏呢？就是说，挑战五分钟之内破完阿玛的新兵训练。五分钟破完阿玛三军新兵训练，那只是超高难度。有四个任务哦。哎，那印度人你是虚拟实境吗？做那个虚拟实境。好、哦，那我就知道。虚拟实境，虚拟实境，然后是打靶。哦，我只记得那个要让你跑来跑去，然后再打靶，然后是开车。啊、很困呢，哦。哇，这夜视器关掉了。他就说不能关了。是关不掉，你把整个游戏关掉啊！你把整个游戏关掉，然后再重开，我保证可以。动作管理员开起来，强制关闭。你是阿玛三的新玩家吗？可是我刚刚也是这样，我也有重开一次啊，也是不行啊。你是不是选错那个啊？他是说不能按否啊，他是只能强，他是强制你去玩新玩家。不是，你是不是选错那个你的？都不等你档案了、啊，选错 profile 了吧？破版啊，对啊，没错，我也这样觉得。破版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哎，全部这样单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进去，我还在。有留 AI 对不对？有一个，就一个 AI 就好了，就好。就一个而已，一个而已，就剩下一个而已吧。是才只哦。对了，干玩过了，作曲。我先开始没有了。确定玩过了。我很确定。我很确定玩过。我很确定。太多了。我很确定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做吗？现在这要怎么做？我看一下。这要怎么做？不然。那怎么装这椅子？User joined your channel. 怎么做的？用互动键啊。有。只有 M16A。就只有这张椅子可以坐。为什么我是坐这个方向啊？干，我转不过来、啊。你们看我，你们。转不过来。哇，我要 M4。这不让我转。为什么坐歪歪的？对啊，我坐都歪歪的、欸，他转不过来、啊。我不让我转。应该是因为椅子斜斜的关系啊，那应该是地面斜斜的关系。你稍微歪了吧。要转过去被那个拉回来。M16版，你们快点整装吧。M16版的，M16的狙击版。嗯，真的。狙击版，还不是狙击版，只是给你一个大一点的倍率镜而已。6152哎、欸，这个我出生 NK10 啊。152，不用拿152了。我们等下都待在附近而已，所以不用152，不要带。没有，你们不用带152也没关系。没有，你现在那把就 NK10。搞成 NK12，我只是你把它改过来而已。你记得拿那个 NK626弹头，2622。为什么没有手枪啊？它比那个318还要更那个，好吧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怎么没有手枪？跟7.62的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空空来日夜。哦，你知道没有手枪？你知道我刚按进来的时候多开心吗？M856 A1 呢？啊，那个是一光弹。它的弹种跟 MK318 一样，没有，它是一光弹。MK318不是一光弹，但不是说它跟 MK262 那个差呢？MK318 跟 MK262 就是差在它可以打更远目标这样子。那一光弹哪一个呢？没有手弹可以拿，一般的 banana，本什么啦？笨蛋呐！没有手段可以拿，没有什么任何投资性的武器可以拿。我是比较，我那个是在想说，为什么没有那个？body bag不需要投资类武器。
我可能我甚至连背包背包都不用包啦，对，连背包都不用背包，背包都不用包了这样，还有面包可能，背包可能啊，笨蛋呐，笨蛋，为什么我是比较想说为什么没有手枪？那看我带到，哎、欸，没有鞋带了，鞋带被鞋掉了，也不用无线电脑那么屌啊，没关系的，今天什么都是浮云，没错，只有小队长才有鞋，才有那个手枪，对，只有我手枪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可是若曲啊，若曲、啊，连小队长都没有无线电是哪招？啊，那没差啊，那我怎么跟你联络？那我怎么跟你联络？那个我要来接你的时候，我会直接降落，我不完全不会跟你讲话，就是，懂了吗？我不了，啊，没有了，干你要玩这么大就对了。好，那个叫你小队接我简报一下吧。来，过来，整装了，先暂停，整装先暂停，来，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这里，一下这里，来，椅子坐下去，椅子坐下去，不坐啊？怎么坐？你对着椅子按护中键。来整装，先停下来。整装先暂停，整装都暂停，等一下有时间嘿。这两个，这两个快好了。整装有，整装先等一下，有时间，等一下有时间给你们整装。先去做，先去做，先做的。然后呢？可是我起来，怎么起？对着椅子用互动键坐着，然后就坐着。对着椅子用互动键有选项可以坐的。动作好脏哦！起不来啊！你起来用滚啊！对自己互动键，解互动键。七十个本子，看到看到，三五千生产线数应该够用了吧。来坐下，坐下，都坐下，都坐下。没办法，其实我喜欢问问题，我想要坐中间。随便你了。真的不能坐，你看。真的不能坐。手放的地方好脏哦。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。你把枪。这样比较舒服啊。笑呀，你这折断了。来坐好，空坐好，空坐好，我看一下，空坐好，我看一下你枪怎么放。空空。空坐好一下，我看一下你怎么放枪啊？怎么坐？为什么我懒趴前面有一块？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哎、欸，那个拍照，这样拍照坐好不好？搞笑死了，不行。来个黑脸。OK， 那个我跟你们稍微讲一下，你们打开地图。等一下、哦。看到地图那边会有个美国大使馆。熟。等一下，我会载你们过去，在屋顶上降落，然后你们要没有车降，放心。守住，把守住在那个位置，然后同时大使馆的人如果死掉两个，任务就会失败。美国就派兵过来，然后当你们要守到直升机那个大型运输机来为止，然后你们再一同撤离。干，你后面有在听啊？带束带吗？睡着了吧？要束带要带，带十五个，我带三个，哪有那有问题啊？那有什么信号吗？你要怎么知道？你要怎么知道我们救到人？你要怎么？我们要什么时机才可以走？我身上已经有一五二。当直升机来，你哦，我也有啊。为什么你有一五二？我是小队长。我也是小队长啊，干。是小队长。Oh, OK， 我有一五二。你们 OK 都上。我是小队长。直升机吗？等一下，你再说一次，为什么？我还没整装。你可以再说一次，我没听到。那个为什么那个、哦、你要怎么直接知道我们怎么起来、啊、可以组队出发？那怎么先让我躺下，我这样好舒服。等一下，反正直升机带你们这个，你就马上走。要怎么起来？多多懂吗？好吧，随便你。不起来。一个要救的，对着自己按自己的互动键，反应键啊，对自己的反应键，有个那个 stand up。好，赶快整装，赶快整装吧，给你们五分钟整装。我给你看战号。站了、哦，可是听不到，我以为听得到。跟增量限速够了吗？哦，就整装吧，威力。整完了，整完上直升机吧，整完上直升机，然后不要给我做炮手。什么？不要做炮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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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量塞，尽量塞就对了。要带副驾带，耳塞啦。是的。我要坐副驾驶座。来，大家检查一下束，你弹药带够不够？然后束带有没有带？耳塞有没有带？医疗用品，自己的医疗用品有没有怎么带？哎、欸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就做炮手了，人没办法的话就做炮手。哦，炮手第一个死，我现在坐最里面开放。水，嘿，喂，一下下，我要检查一下，我可以吧？我坐在炮手旁边这位置，哎，好挤啊，好挤啊。哎、欸，
两位。哎呀，哎，桌子好挤哦。关门。还有位置吗？应该还有。你坐副驾驶，坐副驾驶。我也刚好剩下他一个人位置。妈，这个位置。可以坐飞机顶。好，大家注意啦！等一下，我任务有没有？先找到大，我们先清空大使馆，确定里面没有安全之后，我们把大使全部绑起来，然后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带到我看房子里面找个、啊、房间安全的地方，然后让他们真的不动这样，然后过，然后我要两个人看着大使，我要两个人看着大使，然后其他人在屋顶那里建设防线 ，OK 吗 ？OK 吗？有没有问题吗 ？Hello。没有哈，感觉怪怪。然后记住不要落单，千万不要落单。所以不要无线电哦。没有无线电没关系。不设无线电。没有无线电，我们又没有无线电。有人有，有人没有啊。不要开枪。打雷，打他雷。等一下，直接就掉了。记住啊 ，ROE 也就是交战法则，只攻击有枪的目标 ，OK 吗？只攻击有枪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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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首要是保护大使的安全，两名大使阵亡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那个。两名大使馆人员阵亡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判定任务失败。只有其他平民。啊？四名。就是二分之一。你们要注意自己言行举止啊！我头上头盔上我装一台 GoPro 啊。我装一台 GoPro 在我的那个头盔上面，所以你们都所作所为都被我录下来。马克声音断断续续，我的网路很慢。感觉他玩过的任务，我就说过了，很久之前就玩过了，稍微有不一样了，稍微不一样而已。来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跳跳跳！哎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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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 ，OK， 先去找大使，先去找大使。机枪手和医务兵留在屋顶，机枪手和医务兵留在屋顶，其他人下去找大使。你去找他们上来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这中间找个安全地方。他应该是大使。保全。对，这找到一个，找到一个。开门查水表。不大便了。这个应该是大使吧？这么凶。这个是谁？那个是绑起来也不让他跑吗？快点找大便。有找一个地方吗？我大使有枪哎。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，绑起来，集中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好，我到大使找好跑。把他们把大使都带上二楼，把大使都带上二楼，二楼这个二楼角落这边，二楼这个房，二楼这个角落，这里，我现在面对这个角落，这里把他们靠角落停着。我们在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
把二楼把驾驶门都留在这边。这里。那个有精准射手这个职位啊？有啊。哦，别的几个、啊？一个而已啊。一二三，应该还有一个，应该还有一大使，找一下。到这边。哦，带过来。OK， 带过刘爱浩，那个。我这样把大使靠起来，是不是有点太礼貌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。这样子好搞笑哦！这样他们像反应一样。一半的一半，两个大使移在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，现在这个角落。有五个大使哦。有一个不是大使吧？有一个是啊，算了。警卫啊，一部分人移到这角落，对，那个威力那个角落，我又不要把带出弄出去哦。我先放过去。S S。Buddy left your channel。对了，你给我面壁思过。有谁 ？Buddy joined your channel。啊，走开，威力走开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有谁有那个偏电？我靠！我有无线电。我也有啊，他说没差、啊，没有管，没有。法兰克说没差、啊。他说讲话的话，那个我们在这里讲话，一楼会听到。基本上不会。我是想说，不如我交出我的无线电。他刚刚说南边有动静，你有看到吗？没关系，就这样玩。南面。欸、我有无线电呢、欸。我也有、欸。我刚才我也有哎、欸欸。是内建的。豆腐，干嘛？你带阿奇还有印度人，你们三个去顾那个一楼往二楼那个楼梯，不要让人家上来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就这样喽，在这边吗？看到 S 方向有武装人员，武装人员靠近。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啊？可以开火？开火，允许开火。只有开火。放人了，我刚刚那个了一下、哦。我也是。我们是守这边吗？这边听得到吗？我不知道。对。不然，那我们三楼讨论什么？等一下，Tanker， 有，你负责盯城市那个方向哎。有的，注意城市那方向，看会不会有人过来。不用我哥，因为他没有更新情报。听得到的，麻烦注意一下。虽然他有标记说哪个位置有动向，但是有动静，但是你不能完全只看那个方向，要扫视整个区域。看到了，好像有武装，射击，看到就射程就直接射击，有吗？有武装吗？看到、啊，我不确定，有武装的话就直接射击，肯定有武装，我看到枪，好 ，OK， 好，沙场，掉声音了，枪哪了？User left your channel. Fuck. User joined your channel. 哦，我倒了。我全身中弹，我需要医务兵。谁倒了？
房客，我在屋顶，我在东屋顶东南角，我这里中弹，全身严重受伤。但还没死，我还没死，可是我全身受伤，严重受伤。不是，我被子弹一发击中。帮你包，我帮你包，帮你包。对，我也在包扎中。我先帮自己打吗啡。你自己趴低一点，趴低一点。我碰你。我帮你把右手。OK。印度人对不起。我在包扎中。武装车辆，武装卡车，武装皮卡，武装皮卡。防卫，防卫。Yes, yes。全身都最严重了。好，炮手倒了，炮手倒了。躲在我前面，吓死了呢。我在帮他躲脚。嗯哼，我在帮你的腰。我帮你的左手。哎呀，打在右手。又宅区靠近了，大家注意。头部。来，左手。阿翔倒了，阿翔倒了。阿翔是哪一个？我先救人，我先救人。OK， 那个只是你，只是你去，你就讲我自己来，我剩下我自己来。东南亚，夜窗有一辆哦，运兵车，运兵车，整辆的运兵车。那好像是 A C 三更新在这边对吗？驾驶师啊，驾驶师啊，快打，快打！一个一个。我没有杀、啊，我就是想说我没有杀、啊。一方向哦，注意一方向。到。OK OK， 我帮你点方向。你是二楼的人吗？靠右。阿奇是二楼的人，有人打完了。我要开枪。有人进房了，又进房了。OK OK， 有人进房。注意四周，已经有人打进来了。有一个人，一个队友阵亡了，倒在一楼门口。保镖挂了，阿奇也挂了。好像算是干嘛 ？Way One 被人领走了，好吗？刚有人打进一楼了，知道，正在等待中。其他人该去的上去屋顶，该上去屋顶的上屋顶，继续顾着。好，是的。对，没错。好嘞，那一朵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
后面是我们的后面。不要全部只顾东面哦。User left your channel。哎，对，那你看得到这个门口吗？看到 S 方向的门口吗？东面门口还在。来这里吗？我说你刚爬那位置，你看得到门口吗 ？S 不行哦，我直接看得到说。你这样放门口也太那个了。你说那个架子啊？那个是谁？豆腐吗？一楼的豆腐吗？谁啊？你不要在门口，那也太危险，那也不能防御任何点。上来我们这二楼这边防御最比较好。豆腐，你顾那边，我还顾那个。哦。RPG。墙角，右边的墙角。谁呀？干太重了。感谢。右边好低哦，十张哎，十张左右哎。我受伤了吗？那有受伤了吗？哦。想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让我？有别子，这一阵子，这个月来降这么多，不懂。电脑没清吧？啊？电脑没清。我都在清啊，扫毒我有在扫啊，清垃圾我有在清啊。我说那个拆开清。有啊，我才不到半个月之前呢、欸，不到半个月之前才拆开清，人家帮我清、欸。那时候装那个装记忆体，那顺便清了一下。是那边。哦哦，杰伦倒了，杰伦挂了。哦，挂一个。嗝屁，挂一个。哦 ，A P C 降好多。我、oh, fuck。豆腐，你还顾大门口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来帮你绑。有带这个。哦，又挂了一个。有嗝屁了。我上去支援了。N 一方还有敌人 ，N 一方还有敌人，我看不到。分责在哪？好累哥哦！哦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。哪分？哪边？方位？那个 N 方位 ，N 方位 ，N 方位。方位。我们后门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Okay、可能走到后门去了。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后门，没关系。哦，来，豆腐 N 打方位，那个楼下在楼下。全挂了。这边有一只挂了。OK， 这少挂了三四只哦。我靠 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打的？好屌哦！为什么？会不会？我是印度人，我是印度人，你的手榴弹？为什么丢手榴弹？我丢，我捡的啊！我往那群人丢，为什么我躲在这会过啊？看，又是动物的手榴弹 ，God 啊 ！God， 动物的手榴弹。那个 AD 的更新，然后奇怪有人丢东西。God， 动物的手榴弹。对不起，印度人，对不起。哎，可是我 NB 更新没有事哎。啊？没有那个更新之后，那个破炮那个流那个破片，我也增强了吧？对，超级超夸张。可是照理说应该会显示被 TK 才对啊。原来你被 TK 不是吗？没有，我只看到被打死了一个。
我杀了三个。天空上有老鹰，就是死掉人在那边吗？哎，对。对。所以我也变老鹰，然后问问会不会飞到屋内啊？可以飞到屋？为什么飞到屋内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现在没办法用自由模式看？你按空白键，然后再按那个什么左右上到左下斜线嘛？哦，二四六八，然后还有那个 W S A D， 然后跟 Q 跟 Z 这样。我是直接滑鼠滚轮跟 W S A D 耶，干，我都死了，天！再来一次啦 ，Take， 嚯、哦，死超多了，剩一个人活着吧，干。空空还活着吗？空空怎么死的？我有办法。是空空活着、喔，看剩一个人存活。还有两个人。空空跟那个了，芝士应该还活着。芝士不是一开始挂了？芝士没有挂、啊。对不起。啊！空空要死了。超级 TK 王哎、欸！干超级 TK 王哎、欸！看起来 TK 三个干。刚刚情况到底怎样？为什么？刚空空连那个豆腐捡捡。不知道豆腐是捡到敌人手榴弹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就丢手榴弹，结果不知道怎么丢的，我不知道丢到哪，反正就是砰，然后我们就三个一起挂了。我是看到在那个就刚一坨人那边爆炸。你说楼下嘛？我刚刚打死那一大堆人那边，对。对啊，就一堆人那边，我就往那边丢。啊！死了，扣扣死了。我倒地没有死，昏倒没死。可是我刚刚昏倒一秒钟，马上就站起来了。我刚刚也是昏倒，昏倒一下下，然后瞬间就站起来。感觉没多久就站起来了，而且那个起来的时候是全身受伤这样。哎、欸，直升机来了耶！好蛋！阿江只剩一个人啊。嗯。哦，他们可能会完成任务哦。没有，他直升机会被打下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直升机！我就知道，直升机被打下来了。我才刚讲完。哦、我知道。打下来的。被手被步枪打下来，被 AK 打下来。最好是啊。干，你知道你们巅峰多强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敌人准度也太高了吧！我被射一发，我就那个整个昏迷耶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一发就昏迷，然后我是我是刚被射到，然后他是直接穿透玻璃哦，那个再来讲玻璃还有防护力哦，我还可以撑个底嘛，结果我是一中马上那个昏迷。你放多少敌人？人太多了吧？而且也太扯了吧？那个六个而已耶，我每次一波就六个。也太多了，现在数绝不止六个，我现在是一二三四五六。我现在看他们，我现在看那个空空，他们楼下就至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至少七只啊！哎，还重还叠在一起，要不然干嘛？这时候只要一颗手榴弹下去，啊，确实是死了没啊？哎，有人在收本的，这家伙会用神盾传啊？啊，剩下怎么办？等空空他们主攻吗？等他们防御他们，他们怎么赢呢、啊？我、哦、怎么没有？你看一楼他们就跪在那边，根本没在动。他们就是什么天力啊？就打到半径圆觉啊，就这样啊。若雪，你敌人放太强了吧？若雪，怎么放很强？我照之前那样放好不好？我说难度啊，难度放很高吧？干，傻小，那难度就跟之前一样啊。屁啦，我们一枪我们就直接晕倒、嗯，而且一枪我中了一枪，然后我起来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醒来的时候是全身受伤哎、欸。这是 AD3, 全身全部都重伤哎、欸！这个不是什么 RPG， 他的那个等级二，然后他杀伤力50这样子。别攻杀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敌人拿 AK， 而且是7.62射你一发晕倒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当我没有被 AK 打过，干？你被 AK 打过？你被 AK 打过，打的脚，只要打脚，为什么我头会受伤？反正你被 AK 打过。我在说阿玛。好像那个。AB3 更新之后，那个破片就变得很夸张了。没有，我被豆腐炸死，我被豆腐 TK 了。对不起，豆腐一干三哦，豆腐一干三哦，而且是也被弹到，豆腐一干三哦。啊，豆腐一干三，然后两个而已，一个是我，包括你自己啊，三哥、啊，你我一度。干神队友啊！啊哎，我尸体都飞好远了。我的尸体在二楼。对啊，飞好远。我的尸体是二楼阳台，我刚刚蹲位置那边了。你至少往后飞了大概两公尺。哎、欸，我的也飞了两公尺。你在墙角，你是墙角那个角的形状歪掉那个吗？对。我觉得是我们掩护没有做好，所以才被干掉。内八，女生都内八。然后那个印度人尸体也是内八。然后门口一堆是在那里是怎样？哦，我不露营了，干这么累个。